大家好，这是闽南语的课堂，然后晚上主要就是针对这个讲一下上一节课没有结束的这个天气这个话题，接着往下讲。那上一次课跟大家就是在课堂进行互动之后，然后这个有几位的表现特别好，所以这种授课的方式大家也比较喜欢，所以我下次以后就是会以这种以后的授课就是以这种互动为主的方式进行授课，然后授课之间之就是这授课的过程中有需要什么改进的，请大家及时的跟我提出来。好，谢谢。那首先我要介绍一下，今天就是以这个天气是话题，但是我选择这个厦门这个案例来介绍一下这个天气，厦门的天气怎么样，然后您用普通话应该怎么样进行沟通。首先看一下今天讲的内容。好，那还是先听一下这个，先听一下这节课的那个语音。厦门的天气，二，厦门的天气，厦门一年四季天气怎样？厦门的春天一般是袂真寒，毋过常常爱落黄酸啊雨，一落雨就较寒。俗语讲，春寒雨若寒，冬寒叫苦寒。热天嘞？热天的时间较长，一般是正过五月最长开始热，热到九月初。古早时的人讲，未食五月粽，破晓毋通放。听讲厦门挖海墘。热天袂真热嘿，嘿，厦门是海洋性气候，热天袂真热。秋天嘞，秋天比较秋凊，但有时有风台风。听讲厦门的寒天袂真寒嘿，嘿，厦门的寒天时间短，一般是13度左右，最寒的是3、4度，毋过真旱的，只有几日啊，凉凉。听你安尼讲，厦门一年四季温差无偌大，天气真好。外国人咧讲，厦门天气四季如春，大只有4、5级，温度几度？最低温二。好，我刚刚就是放的，就是把今天的这个全部内容，这一小节的全部内容的语音给大家听，然后先让大家听个3遍，然后我再进行分段分节式的讲解，然后互动，可以吧？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大体的这个印象，因为我之前都是一段一段放，一段一段放，我发现就是连不起来的话，构成不了这样一个对话的一个情境，所以我这一次就改变了一下这个方式。如果大家觉得有问题的话，或者是不合理的话，然后您可以直接开麦或语音就可以跟我说，好吧？厦门的天气，二，厦门的天气，厦门一年四季天气怎样？厦门的春天一般是袂真寒，毋过常常爱落黄酸啊雨，一落雨就较寒。俗语讲，春寒雨若寒，冬寒叫苦寒。热天嘞？热天的时间较长，一般是正过五月最长开始热，热到九月初。古早时的人讲，未食五月粽，破晓毋通放。听讲厦门挖海墘，热天袂真热嘿。嘿，厦门是海洋性气候，热天袂真热。秋天嘞？秋天比较秋凊，但有时有风台风。
听讲厦门的寒天袂真寒嘿。嘿，厦门的寒天时间短，一般是13度左右，最寒的是3-4度。唔过真寒的，只有几日啊，凉凉。听你安尼讲，厦门一年四季温差无偌大，天气真好。外国人咧讲，厦门天气四季如春。三。最低温度24度。二，厦门的天气。再来一遍哈。二，厦门的天气。厦门一年四季天气怎样？厦门的春天一般是袂真寒，不过常常爱落黄霜啊雨，一落雨就较寒。俗语讲，春寒雨那转，冬寒叫苦寒。热天嘞？热天的时间较长，一般是正过5月最长开始热，热到9月初。古早时的人讲，未食5月粽，破熊唔通放。听讲厦门挖海墘，热天袂真热嘿。嘿，厦门是海洋性气候，热天袂真热。秋天嘞？秋天比较秋凊，但有时有风台雨。听讲厦门的寒天袂真寒嘿。嘿，厦门的寒天时间短，一般是13度左右，最寒的是3-4度，唔过真寒的，只有几日啊凉凉。听你安尼讲，厦门一年四季温差无偌大，天气真好。外国人咧讲，厦门天气四季如春。好，那就是这样子，通过三篇的这个语音，然后把这个今天要讲的这些内容给大家初步的、粗略的一个了解一下。那接下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读。首先从这个标题开始哈，因为这个标题的话，它也有那个，就是用闽南语要怎么说？来，那我还是就是读一句，然后我先把 A、B 读完嘛，因为这我今天基本上是每一个 PPT 一页 PPT 就是由一段小对话，就是 A 跟 B 的对话，然后 A 跟 B 的对话就是我就是想让大家通过这个对话，然后让在这个页面里面了解这段对话，因为这个句子都很长。那了解过对话之后，然后现场就是互动嘛，对吧？那现场互动就可以很清晰的让大家，让我知道大家的掌握情况，可以吧？那老师，你希望把大家的都打开吗？啊，对，因为我是觉得就是比如说我读的是厦门的天气叫厦门的天气，然后大家可以跟着我读厦门的天气，这样子可以吗？ OK， 那这样的我给打开了，我给大家打开的时候你的也被关掉了，一会儿你自己再打开好吧？好，可以可以。 OK，好了，现在都可以打开了。老师，你自己也把你的麦克打开。OK OK， 谢谢。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吧。首先从这个标题，标题叫厦门的天气，怎么说呢？厦门的天气，厦门，厦门的天气。先从厦门这两个这个地方开始。天气，天气。对，厦门的天气。厦门的天气，天气。对，说得很好。对，然后就是因为我看今天的参会者会比较少，然后就是
人比较少的话，我尽量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参加的人都能够读懂，把今天的都吸收了。因为人少，我们就可以比较细致的落实到每一个人上，是吧？诶，门诶，听起。诶，门诶，听起。OK， 很好。其他同学就是我没有听到声音的都没有问题哈。那我记得读第一句话。厦门一年四季的天气安怎？厦门。厦门一年四季的天气安怎？厦门一季。一年。一年。四季。四季。季。四季。贵，稀贵，就是珍贵的贵，稀贵，稀贵，稀贵的天气，稀贵的天气，天气，气，天，不是气，气，天气，哎，对，天气安坐，安坐，像，像气。就像那个钥匙 key， 英语的 key。对对对对对，可以发成那个音。对对对，但是它比较重一点，因为这个是去声嘛，会重一点。听 key。天呢？天差不多是吧？和国语差不多。听，对对对，差不多。听。然后气的话就不一样了。听 key。对，听 key。听 key。对。怎样是怎么说啊？安怎？安怎？安怎？哎，安怎？嗯。厦门一年四季的天气安怎？厦门一年四季。然后一年几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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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老师啊，老师啊，你是飘的拼音吧？是你标的是拼音吗？对，是算是拼音，对，没错，是拼音。那这个门，那这个波，对，哎门门怎么是？哎门，哎，他不是他跟咱们那个正常的这个。中文的那个拼音一样的，它这个组合的话是用国际音标的组合，不是说我们这个正常的这个，就是汉语的这个，哦、对，它有方言，哦哦，对对对，不一样。厦门，厦门，厦门吉林，机轨，机轨，哎，天气，哎，轨。安坐，哎，也可以，安坐，哎，天气安坐，安坐，坐，坐，安坐。然后可以吗？这一句话，我再连读一遍哈。厦门，零，西鬼，西鬼。天气，天气，安坐，安坐，哎，没错没错，这样就很好了吧？然后可以尝试的连起来读一遍给我听一下吗？厦门，厦门，吉林，吉林，西贵，天气，安坐。哎，安坐，安坐，安坐，对对对，笑声，
哦，这个大家都可以这样多读一读嘛，然后一年还不知道怎么读，一年怎么读？零零几零几零对几零一零几零他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一个跟咱们这个平常的那个音不一样嘛，就是几一的话叫几零，哎，几零，它是一个平声，几零，您看一下，这个都是第二声嘛，几零啊。这个一是几零哦，几零年年啊，零几零年四归天开天开安装哎天天气开天气天气天气对对，因为它是去声嘛，你要把那个去声读出来吧，对对对，天气啊，没错没错，安装。对对对，厦门吉林西怪诶天气安怎？哎，对，可以可以。安怎还是安怎？安怎就是有一个，因为它算是一个，也是一个后面要有一个声调的那个安怎调，对对对，就怎么样？就提问他的这个天气怎么样呢？然后他就没有那个呢嘛。就是您自己在读的时候就有那个呢的那个读出来。他们今年四季的天气怎么样呢？好像嗯，对对对，因为加个问号嘛，但是那个可以去掉嘛。嗯 嗯, 嗯。然后我要现在要回答了哈。门哎，我还是拿一个红笔啊。门哎，春天一般是。袂真寒，毋过定定爱落黄霜仔雨，一落雨较寒，一落雨都较寒。这句话比较长，我先一半一半来，不要急啊，先把从这里开始。厦门的春天怎么样呢？一般是袂真寒。来，先把这前半部分先读一下。厦门的春天，厦门的春天，厦门的几年？春天，春天。春天，春天，对，春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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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厦门的春天，厦门的春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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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轻一点，春，听，好像春就是春，听。嗯，春就是平舌的吧，咱们这个就是正常咱们的春天不是翘舌，然后这边是变平舌，然后这个春就相当于我们村庄的村嘛，春天，春天，对对对，厦门春天，来，一般怎么样？嗯，厦门的春天，厦门的春天。天，这个天的声音要稍微有点春天，就是有点拉长一丢丢。春，对对，您看像天气，春天，春天，嗯，春天，您啊，济宁帮，厦门，济宁帮啊，难道一般是什么？一般。一般
榜榜，因为有个啵啵的音，榜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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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榜上面这个一怎么叫几年呢？它可以做成几半、一半都可以，因为那个一好，一就是一的话，如果是标成那个这个音的话，就是几半，然后标成那个另外一个音是一半，但是一半的音会可能会比这个几半会更标准，会更加的那个就是口语化，几半也可以做成几半。所以可以说是一波，也可以说是波。对对对，如果您就是您对比那个一年嘛，几年，那你就读读成几波。几波。嗯哼。所以可以 both 用的是吧？对对对对，就相当于这个音可以用这样子表示嘛。我现在打出来的，因为我统一打成这个音的话，就是能让大家有一种联想嘛，就是。一年叫几零，然后一般叫几波，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一落雨嘛，几了后，几了后，对吧？就是这个一的音都把它给，就是都一模一样起来，就是相同的，对吧？就是这样子，方便大家的一个记忆吧。嗯嗯，那好，那。其实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是吧？对对对，看的 depends 不同的情况，是吧？对对对，它因为就是就语言这种东西嘛，您看一下，就是说，对，就是有多音字嘛，对吧？嗯，也相当于闽南话也是同样就是有这种情况的。嗯哼，然后就是在使用的时候，这一般的班好像和广东话的。班差不多是吧？广东话我不大懂啊，所以我没办法这个问题。广东话也差不多啊，就不。可能有一些音调啊，有点有些字是一样，有点像。因为广东话也是班，好像是这么说。一般呀。对，我把另一个音写出来吧。哎。这样子有一个这个音，还有一个一般，然后还有个几般，这个叫几般嘛，几般，然后还有一个音叫一般，比如说一二三四嘛，就叫做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你三四，不是，不可以说几你三，就是很少发那个几波的那个几。嗯哼嗯。好，那我先撤下掉哈。那接着开，接着往下哈。嗯。一波，然后我还是用几波，用这边就统一用几波吧。嗯。几波。一般是会真广，一般真广，啊，真广，一般是会真广，一般是会真广，广怎么说？广啊，韩就是广。广，就是主要的音是在这个个，还有的寡，滚真，寡个，寡寡寡寡寡寡，有点像广是吧？啊，对，有点像广，有点像广，广广真广，但是它有一个，广后面是一个，就是有。有韵的话，这边是没有韵。如果
广的话后面还要这样的，还要加一个这样子，梗，就是要还要有一个后面还有一个的部分，但是很类似，就是音节很像，音节的组合很像。你联想一下，差不多可以，可以这么说。最后结尾的时候，这个嘴巴不要变成不要变成 n， 就是广，对对对，就是张开的，是吧？对对对对对，可以这么说。因为那个不是个鼻音。一般是未真寒，一般是未真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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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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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会，这个会是不是读未？一般是会真寒。这个不是会，未，这个是啊，这个叫不会，这个字啊，其实如果用中文翻译起来是不会的。哦，是不会。对对对，您看这边是，因为这个是误会，对对对。会呢，就是误会嘛，就是您看组合词嘛，误跟会合起来就是不会，这意思表示不会。那读是怎么读啊？未，未。末末，对对对，就这个音最末末末末真寒末末末真寒，末真末真寒，末真寒末真寒，对对对，没错，这样子比较标准。末真寒，那好，那我把前半句这连起来读一遍啊，您听一下。厦门的春天，一般是真寒，一般是末真寒，厦门的春天。春天，末一般是末真寒，差不多可以了。再熟练，难了，后面自己再熟练熟练，差不多就可以了。厦门的春天一般是末真寒。对对对，可以的，再熟练熟练就可以了。非常的拗口，就是末真寒，这个因为我们接触到的那个中文的发音就完全搭不上边的。是寒，所以你写成是寒，它用法的字有一点好像也不是一样啊，非常的不一样。然后。我要开始读后面的哈，唔过定定爱落唔算啊好，唔过什么意思啊？不过，就这边的不过，不过定定就是常常，定。爱了什么意思啊？爱了就是喜欢下嘛，爱下，喜欢下什么雨？爱了，然后黄梅雨嘛，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嘛，差不多就是我们这边就一直在下雨嘛。了，对，四月份、五月份这时候下了好几天的，嗯。对，然后爱了，嗯，是蛮好，爱了，黄酸之雨。来，这个慢点，黄色的黄的话，先，
生生生啊生是应该是生这样子这个仔细的仔生啊吼啊啊生啊啊差不多有一种这种音生啊生啊生啊啊吼雨字后啊，这是雨吗？啊后，哦，王面雨有五声啊。那这个后你是是第一声啊？你标的是第几声啊？不对不对，后的话是一个相当于是应该是轻声的，五声啊后。您听我读一下，五声啊后，五声啊后。对对对，是轻声的。嗯声啊好啊对对对这个广播吗你说嗯声啊好嗯声啊好 A 了嗯声啊好哦嗯个点点点点点点嗯个点点哎了五声啊好来嗯个嗯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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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了哎了点点点点点哎了点哎了哎点点哎了嗯声呀好啊好好这都是一般都是上升啊啊啊啊啊啊呀好老师的呀呀老师那个呀呀是什么意思啊啊呀呀就是常常这边中文的意思叫常常哦谢谢嗲嗲五个嗲嗲爱了五声啊好五个嗲嗲爱了五声啊好啊没错读得很好五声啊好来其他人试一下五个嗲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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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嗲后吉勒后，吉勒后，然后后面的多卡瓜，多卡瓜，多卡多卡瓜，多卡瓜，卡车的卡，这个音就是卡车的卡，多卡瓜。然后这个是斗轮它的那个斗斗瓜对斗壳瓜斗斗轮咪斗斗壳瓜斗斗瓜斗壳瓜瓜瓜斗壳瓜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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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讲的那个瓜，对吧？就是这几个音嘛，然后这几个字组合起来就组合成一句话嘛。那这一句话，因为这是个长句，然后又后面又讲到小姨公，小姨公，公，手姨公，手姨公，小姨公，就是发。应该是小 公春瓜，拿就是这个落嘛，就是发音成这个拿，就是拿走的那个拿，跟这个拿。这个春瓜好拿抓，好拿瓜好拿抓，春好抓拿。抓有一个抓的音嘛，抓，但是这个是抓是翘舌的，然后它是平舌的嘛，抓抓，春瓜好拿抓，春抓瓜是，哎，小看讲春瓜好拿抓抓啊。要往上升调，升调一点点。抓抓春瓜好拿抓，对，上升是抓，但是这个是平舌的，不是翘舌的啊，平舌的啊，因为你看我都这都是平舌的啊。抓，然后冬天当就变成当了，就是当这个词。当瓜，对对对对，就是当下的当，当时的当，当瓜，当有颗瓜，叫颗瓜颗，就是有这个瓜，有颗瓜，这个字就滑嘛，滑坡的滑，滑翔的滑。寒就是花，花，当瓜，叫叫叫叫叫这个声音的哈，叫叫口瓜，叫口瓜，叫口瓜，就是有这个，就是发这些，叫口瓜，叫口瓜，对对对。差不多，春瓜好拿抓，当瓜叫可滑。嗯，当瓜瓜好拿，好当瓜抓，都可滑。当瓜叫可滑，当。当不是冬，当瓜，冬当冬瓜，冬瓜好，冬瓜叫冬瓜瓜，丢丢丢丢丢丢苦
丢糖瓜口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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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瓜冬瓜好难抓冬瓜就胡娃冬冬瓜丢苦娃冬瓜丢苦娃春瓜冬瓜冬瓜丢苦娃冬瓜瓜要站第二声啊，这个音是瓜冬瓜冬瓜冬瓜第二声冬瓜丢苦娃冬瓜丢苦娃娃小鱼公公属鱼公春瓜好春瓜好难抓冬瓜叫苦瓜苦瓜苦还是三声苦对对对哦这个哦的嘛 KO 的苦苦抠就是这个，有这个抠，不是苦啊，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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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娃，余光，苦，英文的可以叫抠，瓜，春瓜，春，有苦，有像英语苦，两个窝是乌苦。苦娃，抠滑，或者是中文里面的这个抠，抠抠门，抠抠，对对对，抠门，对这样子，抠抠抠门，抠抠瓜，当瓜叫抠滑，当瓜叫抠滑，好。哇，这个句子读了好久了，我们这个读了三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半个多小时就在读这两句话，难度还挺大哦。哇，你们真聪明，你们这个地区的人真聪明，这个东西比这个语言比那个英语还难。我打稿我们就学这种，然后。也没有什么专业训练，就是这个环境嘛。我刚开始讲课的时候说，这个环境太重要。就您生活在什么环境，然后这个环境的人多数在讲这种话，那久而久之，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常用的一些口语啊，您就慢慢能听得懂。所以，但是我这样子就是借了这样一个，尽量创造这个情境嘛，然后来对话。好，那我们就，这。就是我把这 A B 都读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那个想互动一下的，试一下的，有吗？我读一遍哈，我读一遍之后，然后有想互动的话就跟我说，然后或者是哪两位想互动，你们就一个做 A 一个做 B 的话就可以直接开始，然后您读的时候我就可以跟您纠正一下哪一个是错的，或者是有没有读的标不标准。可以吧？厦门一年四季的天气安怎？对的，天气安怎？厦门四季的天气安怎？一年。厦门一年四季的天气安怎？然后回答是。厦门的春天一般是袂真寒。厦门的春天一年一般，一般
是梅金瓜。嗯，唔过定定爱落，唔算啊好。定定爱落，唔过唔算定爱落。嗯，唔可以。哦，哎，几落好？几落好？都卡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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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卡，都卡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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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卡起手起工，起手起工，哎，春光河南抓，哎，春冬光丢口瓜，嗯，瓜，口瓜，丢口瓜，口瓜，哎，口瓜，口瓜，对，有。可以的，可以的，这个丢裤吧，可以的，就是要多去练的。嗯，灵犀瓜。好，那我们就开始下一页 PPT 哈。对，西鬼，TV， 难走。好，那这边。那就要开始问了。哦，下面。热天呢？热天呢？热天呢？对，然后就指的是夏天。嗯，热天嘞。然后热天的时间，这个干的，就是这个嘛。热天的时间。因为它是平舌的哈，时间，卡等，卡车的卡，等，嗯，热天的时间卡等，卡等，嗯，等卡等。一般是食到五月初，五月初十，这个五月节就是我们说的端午节。一般，刚才这个一是十嘛，现在是一了。一般。假给我给这就是过完五月一嘛，某过完端午月节嘛，就是端午节嘛，吃过假给假给我给最早开始热，就什么时候开始热，然后什么时候开始热到什么时候。
么时候开始热，然后热闷到什么时候，他那边就交代这个事情。下一次哈、哦，热天的时间较长。热天的时间较长怎么说啊？长。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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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等啊等等级的等对对对有这个等级的等那个音等嗯热天的时间卡等热天的时间卡等一般时间，下面不知道这个。一般时间，五月怎么说？五月节，五月节中啊。五月中。五月中。节五月秋分。这个没有一个中文的尊，五月尊长。五月的节，五月节的节，节日的节是读成什么音？什么音啊？节，你听一下，五月尊，尊，尊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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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日嘛，叫节雷。五月节日，五月节，节日，就是它这个节日哈。如果您单独读成那个比如说节日的那个节，节日，它是那个句声。但是这边合在这边五月节嘛，五月节长，它变成平声嘛。您看一下，这是第一声的，没错吧？嗯，五月节长，如果是节日的话，叫节日，就是它是这样去声的。吃个五月节粽，开始热。热天的时间较长。热天的时间较长。一般是吃个五月节粽。一般是。十怎么一般是十过十这个粮食的十是怎么发音啊？甲。我看一下有没有对应的字哈。甲给我为追。以前好像学过的甲。甲就是可以，如果换成中文字的意思，可以是这样子：甲乙丙的甲。嗯，甲给十过就是甲给，甲给五月起叫五月，五月最这个读到节，一个节和节日是不同的 pronunciation， 对，是吧？对。单纯的这个，如果是这边在讲这个五月节的话，是五月节，就是五月节，对。然后如果是节日，是去声的。就是心脏的脏，
脏，心脏的脏。对，这个粽子嘛，就是我的嘴脏，心脏的脏啊。我的嘴脏，我的嘴脏，开始话。开始，它是开始，对对对，它的那个音，你再看一下，热就开始，嗯。开始热，热，开始热，对，热，热。然后，热高，热高，高速的高，可以这样子一个音。热高，高的，高的臭。热高。九月初，嗯，高也高，哦，高是这个拼音的第一嘛，高，对对对，可以读到这个高，高月初，高也，这个好像广东话差不多，高也，高月初，初也，高月，个初的啥子个呢？初初高月月月高月高月月月月月月月高月初开始啦开始啦高杂时啦高杂时啦高高月初啦高高月初啦高九月初。热天的时间卡长，热天的时间卡长，卡长，一般是下两个月，五月初，五月最长，五月最。壮，五月最壮，五月最壮，开始软，开始软，软高，高也，五月最壮，开始软高也粗，对，高也粗，高就高高，高也粗。高月初，无家无业长，孤家是的人家。孤早，孤家是孤人家。孤早上早。杂，是可以那个啊杂，杂复杂的杂嘛，复杂时，四三八八，复杂时，杂时，杂，杂时，复杂时，杂时，复杂时，这个列也是但是后面这一句可能读不了了，因为咱们的那个时间到了，就是可能消减。对对对，下一次就是读少。啊，对，下一次课再来吧。对对对，只能这样子。这样都有点难学。那只能下个礼拜再接着把这些没读完的接着再往下读，好的吧？所以现在已经还是55就要下课，然后拖了3分钟。因为后面有新的课程要开始，好好，对。